想亲手整盏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嘅和子台灯，嚟西岛和子嘅故乡山梨县新岩町就啱晒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个绿屋嗰度整呢个和子嘅灯啦，咁一齐嚟比赛睇下边个整得最靓啦！食干杯咯，干杯咯！我都食得几次。首先将纸张倒在绿网上面，双手拎住木框，均匀咁样将多余的水分吸走，然后就可以用吸管吸气加上颜色的纸张，再折在白色的和纸上面，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啦。另外，大家亦都可以将枫叶等等装饰贴在和纸上面，是不是即刻加晒分呢？整好晒就是时候拎去风干啦，风干时间大约要40分钟左右。在这个时候，肯定要过隔离手信铺看看有什么好买啦。好搞笑啊！磁石咯，第一。哇，咁快啲和纸就已经干晒啦！整干晒之后就可以装上灯座，整个过程只需要70分钟就大功告成噶啦。最后师傅话要帮我哋排名次，睇下边个整得最靓。唉，计我话俾咩分啦？个个都咁俾心机整，不如就打和啦。有日唱 in like Japan。